壮丽沙滩加上战地风情，红色 GTR 从海边出发，环绕金门各大知名景点。无忘再举延平郡王祠，还有狮山坑道、举光楼，跑车穿梭在各个角落，把在地特色浓缩进短短6分钟的影片。导演突发奇想，跟车厂合作，把2辆 GTR 空运到金门，自费80万，动营战神结合战地金门，完成另类的观光宣传片。明明他是自己的土地，可是我们对金门的了解其实非常的少，所以我们就改变了想法，想说我们这次不要把车当作主角，反而是把金门当作主角。就连跑车外形都别出心裁，玻璃窗上画着金门地图，迷彩风格的车身造型，车头还有一只 Q 版的风狮爷。最困难就是像军方的一些景点，或者是像国家公园管理处，因为有很多的军事据点，它都是分属不同的单位负责，来帮我们去做协调。导演用不同视角行销金门，成功抓住车迷目光。下一站他想去高雄找韩国瑜合作。可能是希望是像最近比较夯的高雄这个等地点，但我们也希望是能够正式的跟政府这边来一起合作。韩市长也曾表示想引进城市赛车，增加高雄的能见度。创意不断的韩国瑜加上鬼才导演，或许真的能让高雄走向国际。记者邵子阳、陈子芬、许志成，金门报道。